我觉得愿意做户外的，虽然我是不想收徒弟了，真的，因为我自己说实话，我自己都管不好我自己，我也不能教别人什么东西。但是如果真的，我现在想的是，真的需要一个人，真的现在是需要一个人，能够承接起户外的这些东西的人，承接起户外的流量的人。综合素质强的人，我确实需要找这么一个人。谢谢轮滑，你算了吧，八筒，你不做呀你？你合适吗？合适吗？真的是。你做户外吗？你不做户外呀？我得找个做户外的人啊！你这身体也吃不消，你这老胳膊老腿的，你今天又病，那天又病的，你咋整呢？你这个小身板，哎，真的确实需要这么一个人呢，真的。温姐八童他不做户外，他身体吃不消，是吧？也不是说他不做，是八童他身体吃不消。他做两场户外，他累，他的体力，他现在体力跟有点那个啥，是不是啊，八童啊？哎，等下找那种有现在的，我要给你助唱的。哎呀，我要找一个就是拼劲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跟他很有拼劲的。能那个啥，把控全场的，他又要很强的气场的，你知道不？而且做一个主播，你的心理素质、心理承受能力你得非常强的。你别给你那个啥了，你想，哎，你今天抑郁了，明天那身体不行了，那咋整呢？你说，八童的综合素质，我是觉得非常好的，知道吧？八童的综合素质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八童他有他自己的路走。我现在要是能在我这个主播里面能找到，就开心了。容我再养养，你养吧，你养吧你，你养吧你。因为头发太油了，喷点东西就不油了。又得开始再休息，再在长沙待几天，又得要跑了，家人们，又得跑路了。八童是真可以，我知道八童你可以。八筒是可以的，因为现在我们就要做这，哎，不说那么多了，很多东西没做，先不说吧。要找什么样人才？按照我的标准来找吧，家人们。鸽子，谢谢鸽子。我也有用这个，对啊，要用这个，你看就不油了，是不是？瞬间头就不油了，看到没有？洗啥头啊？不用洗。嗯哒哒哒滴哒滴哒。对，免洗喷雾，你看，油的一喷就好了。上架，三二一，上架，没得上，家人们。其实我觉得我的小号可以带带货啊，家人们啊。等一下啊，我这老是有微跳出来，我看看是谁呀、啊？别走啊，别走，4万人了又，哎呦我天！你想要这么一个人嘛？你还得，本来我想找一个男搭档。也很难找，
很难找。美颜没了就没了呗，我又不走颜值路线，我又不走颜值路线。你找的人还得要自己的人呢，是不是？你不能找外面的人吧，对不对啊？行了，你们也别说咱们旗下主播的这些人啊，他不行他不行呢，好吧。每个人都有缺点，都有优点，都有闪光点，是不是？复制一个小唐可以，你知道怎么复制吗？做一个 AR， 做个 AR 就可以了。好不好？真的，做个 AR 小唐同学 AR， 然后我不播的时候，就让那个 AR 在播，行不行啊，家人们？行不行啊 ？AR， 可以，本来我们已经在研究这个东西，研究个 AR 出来，真可以，家人们。为了智能机器人，它是虚拟的哟，虚拟的在户外怎么整呢？户外的话，那台下的观众看啥呀？笑死！我也要全心放手不念，我要出去了，家人们，我要出门了。户外很少，嗯，不能 AR， 只能在室内 AR， 只能在室内 AR。笑走了，家人们，出门了，出门了，家人们。神秘人，我跟你说，这衣服超好，你看，我戴个墨镜的话，我就完全可以，就是防晒了，这是防晒衣，哎，戴个墨镜，然后这里还有帽子呢，完全挡住了，紫外线不会晒到我们，这是防晒衣、啊，家人们，你们可以买一件这种防晒衣。脸色怎么那么黑？没有开美颜啊？看，美白。白了吧，我不喜欢开美白。
因为我就够白了，我不需要再白了。衣服上架没有？木有。出门了。哇，这谁呀？谢谢无人可替大白马，大白马。家人们马上搬家了，马上搬家了，不住这了，马上搬家了，又要换房子了。不告诉你们，去哪里拍？上次我带那个什么，我带那个床上四件套的时候不是有上过吗？你们没买吗？你们没拍吗？这个夏天必备，你知道吗？夏天必备。保镖在下面等我了，我下去了，家人们。保镖在等我了，我下去了啊。三个保镖在等我，三个保镖在等我。拜拜，拜拜拜拜。明天不播啊，家人们，今天不播，明天不播，星期天下午2点这个号播啊，星期天下午2点到这个号，不见不散啊。这房子是租的，换房子了，要这里不能住了。拜拜，下次我帮你找这个啊，帮你们找这个啊，拜拜。感谢啊，感谢大家，拜拜，晚安，不是晚安了，晚安什么晚安。